过多，验证锁定五分钟。这个密码锁住了，家我回不去了。打电话，打电话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。您拨打的用户，您好，您拨打的用户。咋弄？咋弄？今天又是我们结婚四周年的纪念日，又是我老婆生日，沙老师的生日啊，朋友们，别再打电话了，有什么事情下午五点钟在上次那个餐厅当面说。看你表现否呢？你知道这句话重点是哪一句吗？表现吗？看你表现最重要的一句话，朋友们啊，女人就看你表现哦。走。去哪个？在江外啊，包治百病，在新疆黄金治百病。走。哇，买黄金来了，买黄金来了。最后挑了两款，这个是39克，这个、32克。小姐姐，这两个你哪个比较喜欢？比较喜欢这个吗？这个帮我算一下呗。今天黄金价格多少钱？可以，算一下。475，加工费是13。哦，一克13块钱加工费。对。OK。然后大概就。对，你就买这个吧，有个仪式感，装到这个盒上吧。A few moments later. Hello。嗨，你好。我那个六号的包厢是哪？这边。菜品就是跟上次一样就行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这算是我和沙老师的约会圣地，你知道吗？特别喜欢那个地方。今天我们就不吃半边烤肉了，吃点沙老喜欢的。你看他们家烤肉做的特别精致呀！哇，嗯，好久不见，老婆，好久不见。坐。哎呦，孩子多大了？孩子多大了，婆？都点好了，都是你喜欢的。来来，喝点，口渴了吧，老婆？咋这样看我呢？我开心了。我今天专门过来过个生日给你，过个结婚纪念日嘛。结婚纪念日？哎，工作嘛，老婆，体谅一下嘛。我不结婚的话，没人看我视频。那离婚的话，会不会更多人会看呢？好子，吃个饭今天吗？哎，我们结婚10年时间了，今天又是你生日，又是你结婚。我以为你忘了呢，你3次结婚，那结婚纪念日也多了。没有没有，你每年够忙的了。你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不一样嘛，跟2次不一样。哎，好吧，在工作嘛都。你都抱上了，孩子也抱上了，媳妇儿也抱上了，来活着了，一个不够还娶2个。回来了，我就是你的了，以后再见吗？不接了，不接了，老婆，还跟你好好过，我结婚4年时间。我好好过的事，我再考虑一下吧。考虑一下吗？嗯，考虑一下。先考虑一下。再考虑一下。哎，考虑一下不行，老婆，今天你喜欢的东西给你带过来了，看到没有？我看你表现。哎呦，你这很重的，很重的这个。来就是多重，多重，我看就是挺重的。哎呀，那原谅你吗？原谅我呀，必须得原谅我。也是最后一次。来，祝我们这个结婚纪念日快乐。我是不是太好骗了？祝你生日快乐。啊，这就好了。等会儿好看的啊，觉得好看扣个一，不好看扣个二。我手不好看，很大。觉得我们特别般配扣个一，特别不般配扣个二。好惨了。一号、二号、三号媳妇哪个最般配？扣3。哪个最好看？你们说。哎呀，我是一号。今天我们就好好吃个饭，老婆。黄金治百病，真的在新疆。开心。吃吧，吃啊，肚子饿吧。哇。这家店烤肉也是有特色的，丸子烤肉、虾啊，这个烤肉加这个菠萝，就各种各样的烤肉，反正然后茄子沙拉，还有这个鱼烤苹果，都是你喜欢吃的，都点上了。这家店还挺尽职的啊。对。少女有没有想我？1个多月、2个月了，快。没有。好好说啊。没有。把这个饭菜退掉嘛，哥。饭菜不重要，黄金退掉。来，给你包一个，包一个，没。来，吃这个丸子烤肉。他们这个菠萝烤肉好吃吗？这个里面各种坚果，上面是冰激凌，这都是魔芋，你看，它的后面也是黑色的。老婆先吃，嘿嘿嘿。哪个老婆好？那你最好，老婆，你最好。看一个，看一个啊！祝你每天天天漂亮，天天开心，天天18岁。好，祝你天天给我买黄金。然后祝你早一点粉丝破千万，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，以后走更多更多更多的4年。我成功回家了，朋友们啊，赶快吃，吃完给你买点衣服去，漂漂亮亮的那种。必须的。